然后我就说到底想干嘛。我的世界变得奇妙跟难以言喻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。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下一个人了吗？跟他没有什么事儿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看看聪明怎么想到是回去。我们总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。有我在。要证明自己，曾被你想起 ，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。喜欢就上啊，不是怕了吧？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在